明朝朱元璋德育师范，朱元璋挑着他要饭，是乞丐帮的帮主，最后做的皇帝，明朝的皇帝朱元璋。哦，啊，这个历史一千多年。哦，啊，老式茶馆也没有这个节目吧？没有。老式茶馆的票价多钱？60。60，哦哦，一样的，跟我一样的。接来这一街两巷，他的好买卖，那么也有买，他的也有卖，那么也有幌子的招牌，这金招牌，这银招牌，哩哩啦啦的挂起来。二位来到小茶馆，我是恭喜二位都发财，祝你们发财早运啊！下边呢，再给你表演一个小快板啊，这个啊。马跑的声音。哦，这是 horse running。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头提了那个五金镲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根喇叭。打南边来这个喇嘛，要手里提了这个五金镲去换这个北边来这个哑巴，腰里别这个喇叭。打北边来这个哑巴，不愿用腰里别这个喇叭去换这个南边来这个喇嘛，手里提这个五金镲。打南边来这个喇嘛，非要用手里提着这个五金镲去换这个北边来这个哑巴，腰里别这个喇叭。后来这哑巴急了，抡起这喇叭打了踢他妈喇叭一喇叭。这个喇叭急了，抡起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他妈，也不知踢他妈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他妈，还是别喇叭哑巴打。